是变黑的。然后今天我要赶公车，不好意思大家，没办法让你们上厕所。然后很紧张。然后我今天是第一次这场表演，因为其实我真的，我有一个吉他手，比我还会唱歌，可是他今天没有空，就想要唱歌，就自己来。然后等一下我可能就背对大家，因为我觉得你们很帅，不要看我。然后第一首歌我要唱就是一首部落传唱金曲，小米酒，哎不对，白米酒。然后就是很冷，你们应该也喝很多烧酒去了吧？我要带来这首白米酒，掌声鼓励，感谢你们。好，看几遍。